啊，我那个左侧脚底下啊，刚才有痛啊，我又看到那个外形是医生模样的了，又看到医生模样的了啊，又看到医生的模样的了，因为原来在其他星球上没有那个重点了嘛，地球上有重点嘛，他怕我那个脚底下磨破了，所以呢他脚底下给我垫的东西啊，脚底下垫的东西啊。脚下垫的东西啊，脚下垫的东西啊，刚给我垫的时候啊，垫了一个垫了一个一个圆球啊，那就成了鸡眼了啊，曾经呢，我被我挖掉了啊，挖掉了那张伟的，我们这个空间挖掉，他那个空间里还没挖掉，那个结构还没有移除掉啊，现在又看到那外星人模样的，就把那个把我那个脚底下那个垫了一个。东西的啊，垫了一个弹性的东西的啊，对呀，我那个在上初中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走路的好像走路的一点一点一跳一跳的，我同人家走路一样，模样不一样，就像那个一点一点。现在后来还好点了，就告诉我啊，我们地球是有那个重力的，其他星球没有啊，所以怕我不适应了。下面给我装了那个类似弹簧这样的，或者海绵这样的东西啊，弹簧或者海绵这样就有弹性的东西啊，所以我走路的模样就变掉了，或者脚底下，做的东西啊，他现在把那些结构也给我慢慢拆掉，看到我在这边还是能适应的啊，就慢慢拆掉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好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